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这款游戏是一款地层探险游戏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。哦，这边有教我们操作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哇哦，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提灯啊。哦哟，这边有，这是什么？什么道具之类的？这好像是油的样子。有的时候还有点像绝命精神病院要捡电池那样。不过我们这次是要捡油，去把这个电灯给点燃啊。好了，这应该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道具啊，我们就直接走吧。我们先打开这扇门，哦，它要这样子转就对了，哦，还蛮特别的嘛，哈，它要用转的去开锁啊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我们的地图，哦，按这个直接可以叫出地图啊，哇，我们现在才走一点点，这地图好大哦。但应该不是走这边，我觉得以我的直觉啊，是直走。像这种小门啊，我觉得都很诡异啊，不能乱进啊。再直接开锁，哦，哇哇哇哇哇，有个瘪三在那边啊。等下，这意思是我们还可以进去吗？哦，他不见了，他没来杀我们啊。好，那这应该是一定要触发剧情啊。它变成一道黑影，然后跑走了。这边还有油，我们可以再继续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说我们有四个物件要收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要找到四个物件，然后放在这台子上面吗？哦，那边还有个油啊，再去捡这个油，建起来没问题。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真的要去搜索物资了啦，应该是走这边吧。刚才鬼影是从这里面穿进去的，那我们就直接走吧。玩这种游戏没在怕的好不好？吓不倒我们的耶。Hello，哦，这边又有油啊，哇，我们的油超多，诶，这是什么？钱币，我们有钱币啊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工具之类的吗？哇哦，原来这游戏里面还有那么多道具要收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继续走。我们这个灯是不是好像这个亮度好像有点不太够啊？诶，这前面是什么？诶，一个眼球，哦，哦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眼球回去刚那地方装起来吗？哇，第一个道具就那么快就收集到了，太简单了吧？也不对啊，我们还有四个，可能第一个只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而已啊。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吧。而且它这游戏不能一直跑，它跑一段时间之后会很累啊，然后就要休息啊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把我们的东西给装上去，来看一下怎么叫出我们的物品清单呢？王八蛋，我们的物品清单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。OK，哦，真的诶，哦，也就是说这边还有两扇门是关起来的，我们要再去找出其他的东西才可以把哦，没有三扇啊，三扇，然后一道一道可以把它解开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往这边走吧。哇，这游戏感觉要玩很久啊！好了，我们到下一关了，又是同样的一个房间啊。啊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，诶，这个箱子怎么打开嘞？是要用这个开吗？诶，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哎呦，开喽！哦，这边有一个类似像藏宝图的东西啊。哦，这又应该又是那个剧情之类的吧？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Hello，有没有小王八蛋？小王八蛋出来！等下，我们这光的亮度好像真的不太够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再点点一下好了，点一下，点一下。OK，哇，这超亮啊！哦，这边有个人，有个人的尸体还被肢解啊！我操！哦，哇，这是怎样？哇，一个人的脸皮直接被扒下来，在这边晒啊！我这边还有一个骨头被吊起来。我操！哇哇哇！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我还不见了。这里面的鬼到底会不会杀人啊？我发现他们都是出来吓我们一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哎呦，这边又有一个啊！我们就……哇哇哇哇哇！听到有个鬼在那边笑啊！要往哪里走嘞？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继续往前走吧。感觉走这边应该是没有错的，相信我的直觉啊！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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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哇，一点燃就看那个 BA3 站在角落干什么东西？面壁思过是不是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觉得这个鬼是有敌意啦，他不会像刚刚那样子出来吓我们一下就消失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不能，暂时不能往这边走了，好吧，我们掉头。哇，是怎样啊？来看一下，走这边也是行的啦，应该都可以。哦，哦，我们可以暂时先把这个灯吹熄啊，这应该是可以比较省油啊。这边是死路啊，搞什么东西？啊，走这边应该也行啊。Hello，哎、欸，找到了找到了，哇，蛮简单的嘛，这个游戏，呜，通关了，哇，我们已经收集到两个了，不过应该会越来越难啊。来来来，放应该都可以放吧，这个应该可以放吧，看一下我们的小眼球过来吧，Oh yeah baby，接下来是开哪一扇门嘞？好，下一关了，第三关。哦，这个配置又稍微改了一下，变成一个椅子在那边。来吧，Come on！这我们资深恐怖游戏玩家，怎么难得倒我们嘞？对不对？直接把你这个地城给攻略了，我跟你讲。走吧，先把这个灯吹熄一下。不行啊，这边还是有点暗。好，我们直接直直往前冲，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图。哇，这一条路直的也太长了吧！相信我的直觉啊，屌，我觉得这条路可能不是哦，应该没那么简单吧？直直一条直接走到底。哇，这路这很宽敞哎，屌，我听到我声音，这边都有这种小门啊，我在想要不要进去这种小门啊？好了，走这种小岔路看看好了，诶、欸、诶。欸有有有，我看到一盏鬼火在前面。Hello，哦，这边又有我们的油，捡一下。啊，这边又有一个人胸被肢解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卷轴。说实在，这个卷轴我真的不太想捡啊。Hello，这边有人吗？Hello，哇，这绕圈圈是怎样？诶，我们走这边好了，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可能是通关道路啊。Let's go，宝贝，出来吧，别再躲了。Hello，魔狼，OK，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。哎、欸、靠，我现在在往回走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走这条好了，走这条应该也是 OK 啊。反正我觉得路应该都是可以通到了，只是中途会触发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。Hello，有人吗？小瘪三。有没有小瘪三在这边？哎、欸，这边又是死路啊！搞什么东西？欺骗我感情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，fuck！去你个蛋毛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往这边走，这边走回头路啊！呀，我现在走过去，他不会冲过来追我吧？哎、欸，戴 VR 玩真的是不是开玩笑、欸？哎，真的是觉得他就在你面前啊！好了，好，我们这次走这边，来来来，捡一波，捡一波，我们这个补给品还是非常需要的。哎、欸，这边又是死路啊，没关系，现在确定有两条路都是死路了，那应该也就只剩那一条了。还有刚开始也有个岔路啊，不过应该不是走那边吧？对啊，我快没油啦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补一下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小哥来，欧耶！口渴了，要喝水。哎、欸，这地方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啊？哦，对，我刚刚有走到这边过啊。再继续往前走，走这边应该没错吧？相信我自己的直觉啊。Let's go, baby！来啊，有种出来跟我单挑啊，小瘪三。哎呦，是不是这个门看起来就是通关的感觉啊？来来来来，走一波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感觉是陷阱啊！哇，这一个小房间在那边是怎样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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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要再继续往下走了。我不想再遇到刚才黑影啊！来吧来吧，哦耶，是不是？说我这个直觉是不会有错的。
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通关通关！还好这游戏还蛮佛心的，捡到这通关要件之后，门就在旁边啊，不用我们再走回去一次。来来来，直接来吧，把我们的可爱的小眼球给叫出来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小淘气。好，下一盏门打开了，我们直接走吧。